啊，我大家要来感谢，感谢咱吴主政，哈、啊，吴主文，吴主政，感谢主政，哦、啊，感谢主政，来到这里甲我听，另外，就是我上好的大哥，来过啊，有来听吼，来阿杜阿委员，感谢阿杜委员。其实这届，你用尽方法来选市议员，我告诉你，你来用尽方法，需要什么款的一个人出来替大家拼的，唔嘛讲我会晓问的，嘛会晓舞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有看到我阿头安怎坚持无？人咧讲，讲唔好干阿出一支嘴尔。我唔是干做一支嘴，我阁会晓替大家拼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有一张这个文宣，大家摕来参考看卖啊。我咧讲，讲马英九巴结中国，洪忠义，啊啦，捍卫台湾，对不对？对。咱即马来看，帅哦！马英九可能五月底六月时阵要甲中国来签约吧。那中国人来的时阵，伊拢列队，拢列真沙拉来啦，规个拢交通管制起来，台湾人发着入去，抢走入去啊！抢走去抢中国人，恁看咯是啥啦？哎呦呀！台湾当地啊，中国人更加抢手对不对？我到了去选举哦，这国安单位啥拢来咧关心，因拢爱问讲，阿董你今仔日去对？我讲真歹势，吼、哦！那中国人有来的时阵，中国人有来的时阵，人来讲，我们台湾人爱小心，讲北敌就在你身边，我动的就在你身边。啊，中国人来是安怎嘞？小心，阿龙就在你身边，对不对？有，有，有。有是安尼，中国人来，洪忠义在咧边啊啦。咱国语嘛，什么新鲜吼？有摕到我名片，有摕到我文宣的，敲我电话来。啊，是参加简讯，我看到啥，吼、哦，讲到老话，台湾中国一边一个来讲，中国人，你滚回去，我来替大家画出来，好不好？即个来个放假，我感觉足重要个。其实，放假是咱台湾历史文化的起源，吼、哦，放假是只要历史文化一个所在。咱来来看啦，放假。即出电影是拍通哦，咱家才干呐落马吼，干呐在做记录的这，要甲咱咱家票化，再阿讲起来，上重要的，干呐拍一个咱家的续集，和阿东来拍，咱家的续集就是咱咱家的历史甲文化，要上台湾进行，台湾的艺术，好不好？这个台湾来做哈，阿东来拍这个电影的时阵。咱大家吼，爱来食米粉吼，来要做临时演员，好不好？啊，米粉食来一人多吼，大家来来参加，来做个演技出，真正的放假，咱大家就看到放假进行亮票。对。另外，咧中正区啊，咱看到中正区，足济济维权的，即个象征维权的图腾，拿动起来，要重新赋予它历史文化意义，叫维权，咱来拍破，好不好？再来重算，我要拍一个考核，就是爱改变。改变为第开始，我讲改变要从头开始，从头开始，从我这个头哈、哦，来来做代志，我们不要失去了赤子之心，不要失去了一颗童心，莫失去咱的坚持。所以改变从洪忠义的洪开始，改变从头开始，慢个中情的改变。来从头开始，因为我来开始来做起，和中正万家来改变。其实大家就希望讲，咱这个所在，大所在，会有建设，哦，咱这当地会来起。为什么万家一直无改变？就是万家要选一个真正有经验、真正讲足够的新人出来，听到啦？人咧讲新人，我讲讲阿大咧，不是新人的啦。啊，大家有影会甲现任的拼，大家比较看卖啦。刚才我咧做记者的时阵，大家若去上网来查下资料，来来看，我做过啥，我才简单介绍一下就好。哦，不是我咧遮，我讲咧臭屁，我若讲我做过所有市政的这个议题，吼、哦，我会咧讲三年三日啦。
第一点，侯龙斌开主页的咧做敦化单车专用道，我咧做记者时，伊还袂开始去，我咧讲这袂免去，爱甲废掉，结果开主页，起码规个要听下对吧？对不对？哪当我做议员，一日只要甲省起来，对无？好，只要大家吃这个午餐，你吃外久，你知影无？好，还排队排到几条路咧？恁吃几个羹啊？对不对？啊，对，吃较好，对无？来吃炒饭，吃啥拢有。啊，囡仔，今天有餐票无？对无？这钱要着省下来呢。另外，讲这路什么做个赔啊？咱家看咧蛮大，路拢无赔，对不对？啊，当我起来，当我看，路都有一坑咧，有无赔？咱来当我处理好无？所以咱大家定咧讲啊。我要选举，无我高飞条条，大家知无？我相信明天好过个，我无啊，上分半秒条条，大家唔知。啊对，我若来做议员的时阵，即卖电报费要起，啊当我起来的时阵，电报费无要起，我有啥物单身条款，大家都吼电报费要来较济，这无啦，啊当初大家等来好无？我记得这个起劲好来啦，好无？我来替大家争取。哦，啊，今仔日真感谢讲，大家来遮来收听、来支持，啊，今仔来到遮吼，明仔大家拢真心吼、真情来收听啦。我今仔完全来动员啦，吼、哦，咱大家看无有咱遮啦，啊，看到我宣传车，搁大家热心，搁大家真情，对不对？对。安尼啦，咱感谢大枝头啊，大枝头都有打电话啦，吼、哦，谢谢，咱感谢咱大枝头啊，另外。上重要一点，即大家吼，五月十七号开始要做民调，啊民调的都抽到都一间咱唔知啊吼，啊可能前两间我会知啊，会甲大家讲，大家一定爱咧厝内挂电话，啊若要出去佚佗啊啥，会记得甲电话吼转接来手机啊，吼，啊若有迄个电话民调时，你问讲，你第一个支持啥，你就讲洪仲彦阿董，安尼好无？第二个支持下嘛，讲洪仲彦阿董好无？啊，上简单就讲愿意支持洪仲彦阿董好无？啊，你另外记我名吼，会记洪仲彦三个字，哦，所以这足重要的。准备这个 CD 啦吼 ，CD 我都爱唱的曲嘛，就洪仲彦，一直在重复。啊，大家若需要这个 CD 的吼，甲我赞助一下，啊，留一下资料吼。我 CD 就寄喺大家遐，啊，搁另外个这 CD 买来啦吼，啊，这阿公第一届唱歌，啊，这 CD 这唱片吼，啊，再分给大家，啊，大家先来甲赞助一下吼，因为这 CD 嘛，甚至还真水就对啦，吼，绝对无人失望，上重要个吼，除了会记阿公，嘛拜托大家洪仲彦三字爱记个，因为我真烦恼，我真烦恼讲这个初选的规则要如何改，因为正常嘞。那讲要做电话民调，先要报一个彭仲彦，搁报一个绰号叫阿董，吼、哦。还有阿董太侪人熟悉诶，我足惊初选的规矩要改，好嘛？干那要报名尔，啊，阿董就足吃亏诶。所以大家会记得彭仲彦，好不好？好。会记得彭仲彦，好不好？好。拜托大家甲阿董支持，吼、哦，阿董要一个人来接听，来各大家安尼来甲收听啦，吼、哦。感谢，谢谢，阿董阿董吼。要来做扫街啦，要来扫街游街啦吼！啊，咱大家到这吼，到一号抽到好无？那阿董来动身了吼，我正是旗愿来选的吼。阿董动身了吼，咱台北市政府吼，迄钱安怎省啊？就省几下样的，迄路路无弄啊，也袂铺啦，啊钱也袂开啦，什么花白啦，钱花乱花。那阿董来做议员的时阵，大家阿董，市政府哪会开钱的？我的台北怎么样讲好不好？好，带到台北，感谢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。咱这民调吼，六月十七，麻烦你六点半就过去看电话啊。你无六点半，你挂号无事，安尼是有代志哦吼。马上来挂。好，来，咱来画一下画。我画洪仲彦，你画加油。我画阿董，你画当选了无？